为什么你看到我就会哭哭？为了宣传11月21日即将到来的演唱会，听到请回答 Connecting， 姑姑吕思伟特别邀请 YouTuber 阿汉化身经典角色阮月娇一起拍摄广告。你好，哥，你好，哥哥，哎，你好黑哦。对啊，我穿我有冲浪啊。哇，好小只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。你有没有追踪我 IG？IG 比较没有，好完了。阮月娇是第一次跟姑姑合作，对，我第一次，哇，我有很多第一次，哇，是什么这样的第一次？有些没有了，我有些第一次没有。哇，那跟姑姑第一次合作开心吗？姑姑我开心，开心啊，我开心到受不了。哇啊，因为你们在越南应该没有，我不认识他，没听过，到台湾才知道每个人都认识他。哇，这哦，到台湾才知道。我在越南只认识刘德华。哇，啊，我们姑姑跟刘德华比起来谁帅？我想一下，你给我半小时。刘德华，刘德华。第一次见到那个本人，然后我觉得还蛮真的蛮厉害的，很有才华。真的、啊、真的啦。是啦。我们希望导演带你去哪里？我想要回越南的。哇，可以啊。我有时候会想哭，因为很想念人。卫生纸，卫生纸。温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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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好热，录不下去，很贱的。啊，虽然是初次合作，但两人似乎已经很有火花。而除了阿汉，人气很旺的，哎，你这周要干嘛 ？Ariel 和帅姐妹俩也来力挺。你这周要干嘛？是啊。凶，好凶！我妹妹好凶，好可怕、啊，超级凶。那个苍蝇一直在我身上跑。感觉到，我觉得他们其实蛮会演戏的。哎、欸，凶你这个部分，我们把他吓的，他自己都丢了。对啊，因为我像我很会笑场，可是他们都可以盯住。我想要闹他，他也不对，不会被我影响。把你当苍蝇一样，对，而且他会加戏，因为我们就是走比较乡土剧一点路线，所以我们的一定要夸大，干嘛呢？而且我觉得你一定就是在学生时期是那种很会装乖，然后博得老师的同，但其实很坏，对，然后私底下都是你在作怪，因为我们刚刚想说就是演一出就是我们两个是坏学姐，然后他演乖学生，结果他就给我在那边，哎、欸，在那边装，在那边装，装逼耶，对不对？我装逼哥。在长辈面前就会装的，就是好像很乖、很听话的样子。在你们做 ending 前，我想考两位学妹。对，杰哥考验你们对姑姑到底熟不熟悉？这招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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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哟！哦，看你们首比较甜甜一点的歌。可以。每一天不停不停的想你，的你的存在还不快更新。他一定要把我们考死，你看后面都还在出题。好好，那再来一个，来一个甜蜜合唱。Baby， 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们这他那个 key 没有抓对，好了。我要降 key。下次希望可以一起在台上表演。可以。唱歌啊，对啊。可以哦。合作舞台直接邀起来，而姑姑这回让歌迷久等的专场演唱会，相信一定会惊喜满满，精彩满满。完全娱乐综合报道。